公，我今天过来也做事，也想跟你商量个事情。你看你木头那个野娃娃小飞，那确实太坏了嘛！你把他送去整，我都把小军呢扔给你做干儿子噻。等小军长大了呀，那孝顺我，也孝敬你嘛。再说了，我们两家人呢，养一个娃娃要轻松好多哟，大公。哎呀，再说了，那个捡来的野娃娃小飞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得，那我们小军嘛，至少还是流的你们屋头的血嘛，是不是嘛，大公？啊？你觉得？开始。捡个野娃，小飞都交不起，老子都来了好几回了。要不你去找邻居借点嘛？我去哪里借？我现在在村子里面都抬不起头，自己生活还捡了个野娃，我丢不起这个人，我不去。我只是不忍心这个娃娃，大冬天在那么冷的地上等死。车站头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都没得人管他，这娃娃多着烈的嘛。找你，找你的事多得很，我们那个样子就不找你。我不去，我丢不起那个人。酒还是放下了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倒完水。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回去，喝着吧。莫跟着我，我要飞去了。我是顺路。海帆，有点迟哦，海帆嫂。是噻，你们不喊他背你回去，反正他也是顺路的嘛。我不想理你们了，哼。你那一天东转西转的，水壶木头开水也不晓得烧，想转啥子嘛？你先喝点蜜糖嘛，待会我烧点开水加到壶里头。我不晓得还有蜜糖吗？那是给猪吃的。一点肉都没得，天天吃洋芋，你想拖垮我是不是？想拖垮我是不是啊？你们爸爸好像过喜欢小军哈，不仅给他倒开水，还给他扇扇子。你们爸爸在屋头有那个喜欢你了吗？冬梅子。冬梅子，嗯，咋说？我饿了，给我弄点吃的。我要吃肉。干啥子？这是给娃儿们吃的，长身体。滚！我都不够吃。你们家还好远哦，就迟了一个多小时了，还没到啊？老师快了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拜拜，老师来了。啊？老师。
其实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说娃娃的学会问题确实拖得有点久，你们看能不能把学会补一下。老师，我们屋头这个情况你了解，现在我们确实拿不出来钱，要不你跟校长说一下，再宽限几天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学费补上。要不这样嘛，你们今天嘛多多少少还是给我一点，主要是我也好向学校交差。不是不给，是确实没得。那要得嘛，那你们这边尽量快点哈，主要是学校那边的话，我怕校长回答你们娃娃退学。我们一定想办法，老师，那谢谢你了。要不我们把肉卖了，给娃儿们交点学费。学卖了我是啥？本来就没好多肉，那个事情都怪你。银子，你们屋头有钱没得？给我借点儿，我给娃娃交学费。没得，我们娃娃也没学费交。你们男人不是在外面打工吗？多少给有点噻。还说了没得就没得，一直问。贝贝，我给我们娃儿交学费，我想借点钱。这要多啊？十块。哎呀，没得呀。没得。还借钱？没得钱。没得。没得，没得，没得，没得。我想借点钱给娃儿交学费。好多。十块。没得。十块钱都没得吗？没得。求本事没得，还问了我借钱？你犯得起不？生个儿子，我们一起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我也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娃儿们年龄够了，该去上学了。女娃娃在家里要上啥子学？屋头咋子用？女娃儿也要上学的嘛。我没得钱。我们勤快点儿，送他们去上嘛。你试试看嘛，你捡个半死不活的回来做啥子哦？好歹是个男娃娃嘛，又不是亲生的，养了也是白养。我们把他养大了，不就是自己的娃儿了吗？那你把他撵出去。我求你了，你把他留下好不好？要养你自己养，我是啥事不得管你。切不切？不切了。切不切？
你的就是我的，不存在他。那是娃儿们交学费的钱，拿出来。之前本来说的是两天，但是这都已经一个多星期了，你们看今天能不能给到吗？那小飞，明天就莫去了。不行，小飞不能退。你说不退就不退，小飞都交不起，合同拿个住。熊娃子来吃饭了。哎，小花，你们弟弟走哪去了？找不到。啥子找不到哦？你们不是一起出去的吗？找不到。你们不是一起出去的吗？啥子找不到？啊？你过来，你们弟弟走哪去了？问你。我们一起去找金娃子，走。金娃子，以后想要看电视要跟妈妈讲，晓得不？不能一个人去哦，你有妈妈陪你去哈。妈，你好烦哦！我说了，以后再也不去了。嘿，你那个娃儿。没事，下次我带你去。啰里啰嗦，你真烦。金娃子。哎呀，大哥，今天辛苦了哈，娃娃也不能懂事。没事，英子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哦哦，要得，你慢去，大哥哈。好，要得，慢点哟哈。进去了噻。校长已经让你们娃儿全部都退学了。老师，我们正在想办法，再宽限几天。学校那边呢，时间也是帮你们隔够了的哈。我们再想想办法，不管咋个说，我们也要保一个。屋头一个没文化的娃儿都没得，那肯定是不行的嘛。那小飞去吧，姐姐还是让你去读书吧。上学了呀，好脏你哦！你上你的学，管我们爪子吧。你两个姐都找你害得没学上了，你还一个人屁颠颠跑起来爪子。我记得你两个姐姐的书包跟我们不一样，是收工缝的，而你的书包是跟我们一样的，是不是你妈妈只给你两个姐姐缝，不给你缝哟？他就是个哈皮，你走。一点肉都没得，天天吃洋芋。我们屋头啥情况，你又不是不晓得。要不是你捡这个野娃回来，我们的日子好得很。你天天在屋头闲着去，也不做活路，我们日子咋可能过得好嘛？你再说一下。有时候啊，我真的羡慕他们男娃儿，做啥子都是对的。有啥子好羡慕的嘛？像小飞那种，遭他亲生爸爸丢了，还遭他养父嫌弃。我看他羡慕的是他弟娃儿。我妈对他那个好，大伯老是讨好他。来来，大哥，你过来哈，我跟你说件事。哎，来嘛来嘛来嘛。哎呀，大哥，今天主要是啊，还是想跟你商量下事。你看，确实我们屋头那个地呀，离我们家太远了。我一个人呢，带起两个娃娃也很辛苦。我就想说，
就是把你们家那个财产呀，就拼给我们，我们那个地呀，就拼给你。你看，以后你们种庄稼也方便了，是不是嘛，大哥？换地恁个大的事情，要村委会批准才得行咯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的，我们自己商量好了嘛，拿去盖个章都行了嘛，大哥。你说要不？哎呀，大哥，你说要不要得嘛？还嘛，大哥。要得要得。哎。你们都商量好了嘛？哎，商量好了，商量好了。商量好了，把纸签了。我今天去街上看到有个广东老板在招工，一个月400块钱，而且还有奖金。去广东？啊，广东有啥子不可以去的嘛？你弟娃不是也在外地打工吗？啥子厂哦？服装厂。红红补补是你们女人做的活，我一个大男人我也做不了。一个月400块钱，我们勤快点还可以挣个5-6笔。要钱你钱，我不钱。男主外女主的，我在屋头带娃儿，你出去挣点钱，这样娃儿又可以重新上学了。反正他们不上学，将来做啥子嘛？跟了我一样没得文化，大字都不认识一个，根本挣不到啥子钱。服装是你们女人做的活，你去嘛，我在屋里照看娃儿。银子，吃点栗子。谢谢大哥。缝衣服呢？哎，大哥，咋痛没得哦？我不是故意的哦。不痛，没事。哎，大哥，你今儿咋个那么高兴呢？啊，我家那个臭婆娘马上要去广东打工了，每个月还要寄钱给我。哎，还有那么好的事情嗦？哎。但是他没那个文化，出去做得到个啥子用？在服装厂上班，缝衣服的不需要文化。哎，大哥呀，你看我屋头嘛，活路好多哟，我一个人忙都忙不过来。要不你在山上给我编点柴火回来哇？屋头正好没柴烧得了。要得，要得。哎，要得。哎，连大在那儿，大哥。财产检查的，赶紧给我走！这一直都是我们屋头的财产，不是你们屋头的。反正现在财产是我屋头的，快给我倒出来！走！妈妈，我们捡的钱全被小军他们背走了。他们还说以后不赚钱那哈儿，那财产是他们屋头的。妈妈，啥子时候那个财产是他们屋头的了？张烟，你出来！张烟，咋子？出来！你们屋头娃儿也太霸道了哈，背走我们娃儿的财就算了，还说不准我们到了山上去捡财。那座山啥子时候变成你们家的了？我咋不晓得呢？哎，那座山嘛，以前是你们家的哈。但是呢，从昨天开始，他都是我们家的了。哎，凭啥子成你们家的了？你咋这么不讲理呢？哎，哪个不讲理？你们男人没给你讲吗？是他看上了我们那块地，说我们那块地呀，种椰子一样好得很，很像样。哎，是他提出来跟我换的。你要讲道理说，你要讲道理找你们家男人去噻，你还找我做啥子啊？你为啥子把财产还给张英？他们家那块地那么小，
种菜都种不了几窝，换地这么大的事情你咋不跟我商量一声呢？我这菜呢是让小飞去跑去的。小飞老师来了。老师，我不读书了。你为啥子不想读书了呢？全世界人都在嘲笑我，爸爸都不喜欢我。那你更应该奋发图强，好好学习，让他们对你另眼相看。学不得事情你不用担心，能读一天就多学一天的知识。娃儿有肉吃，有冰棍吃，你们啥子都没得，妈妈对不起你们。这就是服装车间。DongMei，我给你们提提工资，然后再给他买点文具，再给他每个人买个新书包。耶，大哥，你家那身衣服有点好看了，买的新的哇？这是我给金娃子买的新书包。哦，给金娃子买的啊？哎呦，好好的书包哟，他不知道他好喜欢。还有一支铅笔。哎呀，谢谢大哥，你看真的是。大哥，要不你就先去忙，我等金娃子回来，我先给他弄饭。驾照。哦，你讲一下了吧？大公，你们屋头捡那野娃消费也太不像话了嘛！那捡柴火都捡柴火，非要去我们地头采，连下柴都采死完了，一大片柴全部采死了。是，他约大牌哥哥。服喽！来，十块。哎，居然不开啊！哎呀，你钱都没得，你还打啥哟？快回去拿钱！你们家小飞简直是太不听话了，一天到晚没得事找我屋头鸡，鸡都整死好几只，你来看好啊，粪坑里面全部是死鸡。大哥，哎呀，你说你来就来嘛，你带那个西瓜做啥子嘛？来，请我吃西瓜。那你就放这嘛，大哥。我主要是要出去一趟，那个小军儿啊跑出去耍了还没有回来，你看那娃娃也不听话。不要得。谢谢西瓜哈，大哥。大公，你在找啥子哟，大公？我的钱不在了。你是不是放错地方了哟？不可能，我每次都放在那里的。肯定是那小飞那个野娃儿偷了噻！我早都跟你讲过，他捡来的娃儿啦，他养不家，经常都在偷钱，那一下子连老牌的钱都开始偷了，以后还啷个得了我？狗日的！给我滚！在那儿哦，来不来？
的客厅，你帮我看一下。那好，你整顿一下。我给你停一下。可能你不是单纯的感冒，因为肺上有一定炎症，建议你到大医院去诊断一下。英子，我平时对你恁个好，你别打扰乱说话，我跟你不熟。啊，我生病了，我想借点钱花。你跑人去打工去了，还给对着吧？他每个月都寄来，这不是输给你们了吗？我从来没赢过你的钱，你别乱说哈。我从来没赢过你的钱，你别乱说哈。赚得起，他们生意好造孽哦。我看我买的什么东西，妈妈马上请假回来哈。我想请个假回去看哈他们。你不是生病了吗？冬梅，你咋子回来了？我儿们咋可没上学？我寄给你的钱呢？那点钱都不够花。不够花？你晓得那是我每日每夜加班挣出来的吗？你还在后吗？我忍你这么多年，不过是因为没给你生个男娃娃，我心怀愧疚。你倒好，一而再再而三变本加厉的剥削我，减少我的付出，三个娃儿的学费你一拖再拖，想让你去打工挣钱，你却推脱让我借。啊，我借了，但是你竟然把我打工期我的学费给你花光了，你只管你自己逍遥，不管娃儿的死活，他们将来咋个办你想过没得？我告诉你，在外头当家的女娃娃多得很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在外面打工，听别个说，生男生女是你们男人决定的。Ha ha.